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在陕西省宁强县有这样的一座古镇，它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之说。古镇始建于明清，兴盛于清末至民国时期，至今仍留存着许多完好的古民居建筑。这座小镇有过很多个名字，像草场坝、回龙场、永宁里、凤凰乡，最后因川道上的一棵青木古树而定名为青木川。许多人第一次听到青木川的名字，是因为女作家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而小说里所讲述的传奇故事，大部分就真实的发生在这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木川古镇。青木川古镇隶属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始建于明清，民国时期是繁华的商贸中心，现保留有大量完好的古民居建筑。历史上，青木川古镇处在从陕西进入四川的要道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条金溪河绕着青木川古镇转了个弯，古镇被河流的弯度拉成了弧形，形似一条卧龙。古镇虽为要塞，却远离县城，仅有几条蜿蜒石径与外界相连，供山民来往交通。一条回龙场古街从南向北，把小镇拉得悠长，两边的明清民居建筑错落有致地连缀在一起，雕梁画栋，风格典雅。这些民居大多是四合院，两进两出的上下层结构，其中还夹杂着几处中西结合的老式大宅，里面配有回廊和天井，宽大舒展。这些民居建筑大多以木石结构为主体，既体现了楚汉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主格调，又充分吸收了徽派建筑的特点，设计新颖，特色鲜明。青木川古镇现留有古建筑房屋260间，保存度达80%，成为不可再造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在民国时期，青木川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偏僻的小镇上，洋行、商户、茶馆、酒店比比皆是，成为周边三省商人汇聚的贸易中心。繁华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当地人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他有多好就有多坏。在几个月前热播的电视剧《一代枭雄》当中，孙红雷所饰演的主人公何府堂的原型，就是这位青木川的传奇人物魏府堂。魏府堂原名魏元贵，府堂是他的字号。1924年，22岁的魏府堂杀死青木川民团团长，掌握了当地大权。他靠种植罂粟起家，逐渐财力雄厚，同时他还组建起陕甘川边界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魏府堂虽然以种植罂粟起家，自己却不抽大烟，亲朋和部下也终生不许吸食大烟。他带动当地农民兴修水利，开垦田地，修建道路和桥梁，办中学，办剧社，送乡里贫困孩子出去读书，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保护青木川的稳定。在魏府堂的努力之下，虽处于动荡的民国时期，青木川古镇却秩序井然，仿佛乱世中一处世外桃源。很多逃避战乱的人走到青木川就安顿下来，以此为家。如今在青木川古镇里还留有许多魏府堂时代的印记，魏家宅院、魏家祠堂、乡公所、府人中学，这其中魏家老宅是魏府堂和他六位夫人居住的地方。前后两进的宅院共有61间房屋，现在仍是青木川镇最显眼的建筑。除老宅院外，魏府堂还为求子造了一座新宅，三进院落中融合了大量西式风格。
这是魏府堂修建的辅仁中学。据说当年魏府堂修建学校的时候，想聘请西安一位有名的设计师来做设计，然而设计师嫌青木川地处偏远而拒绝了他。魏府堂当即命人将设计师五花大绑带回了青木川，才建成了这座中西合璧、建筑恢宏的中学。当时这所辅仁中学是完全免费的，成绩好的学生魏府堂还会资助他们到外地的大学去研读。学校除了开设常规的课程之外，还有英语、俄语、秦腔、京剧、武术等多种课程。不得不说，这位亦正亦邪的魏府堂对青木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今天的青木川古镇，生活着羌、汉两个民族。自夏商时期起，青木川所在的宁羌地区就是羌人繁衍生息的天然乐土，这里沉积了大量有关羌族的传说和遗迹。古羌族居民不断创造和发展着灿烂的羌族文化。如今在青木川古镇生活的羌族后裔，生活习俗、劳动方式、建筑格局以及宗教信仰等风俗习惯，仍保持着原始的羌族文化传统。古羌族文物文献记载着青木川地区古老历史的变迁，也影响着当地居住的汉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汲取精髓，形成了青木川古镇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今天青木川古镇依然保持着古代羌族的饮食习惯，在当地的筵席上有十大碗和十三花两种固定的菜式。传统的特色菜如腊肉、米豆腐、酸菜魔鱼、低面鱼儿等缺一不可。人们始终坚守着传统，固守着这片巴山深处的世外桃源。有时候坚守是一种习惯，有时候坚守也是一种责任。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一个诞生于北宋时期的绘画流派，一改中国画注重线条的传统，讲求随性而为，与水墨晕染中展露出山水之间的天真韵味。这一流派的作品少有传世，追随者也寥寥无几，却为文人画树立了典范。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米氏云山》。